原來電車已經服務了香港117年，今年咧佢就出了一副限量版大富翁，在今天6月11日正式公開發售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即刻開箱睇下佢入面有啲咩電車元素啦。一開盒就看到入面有三份嘢，分別是呢個中英對照的說明書啦。咁佢哋係冇乜特別嘅，同埋送咗呢一個香港電車的路線圖。基本上佢副企嘅設定同普通嘅大富翁係一樣嘅，只係咧係喺各個位置入面加入咗啲電車嘅元素。比較特別嘅咧係佢仲有呢一個綠色嘅袋仔，俾你裝翻埋啲企仔，咁執嘅時候咧就唔會咁亂啦。佢個棋盤嘅地皮咧係用翻真實嘅電車站、電車總站同埋電車廠嚟命名嘅。遊戲起點係港島東區嘅泰安街，然後咧就會沿住西行線一路行北角、銅鑼灣、金鐘等等嘅地方。普通大富翁的火車就變成電車的四大總站，即是筲箕灣總站、北角總站、跑馬地總站和上環，即是西港城總站。至於兩間公共事業就變成做電車的兩間車廠，即是屈地街電車廠和西灣河電車廠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又估唔估到最貴嘅藍色地皮係咩呢？冇錯啦，就是中環商業區的租比利街和北打街啦。至於呢六款金色嘅棋仔咧，分別就係四款特色電車、電車站同埋電車控制器。不過咧，呢四款電車咧，乍眼睇其實佢哋都有啲似樣，所以如果真係玩嘅話咧，就要落足眼力分清楚，或者睇翻佢哋上面個數字啦。啲錢嘅顏色組合咧，基本上都一樣，不過上面就印咗電車嘅 logo， 其他顏色咧都係同一款 logo 嚟嘅。跟住就是機會和公益福利啦，咁佢就分別分了綠色一沓啦，同埋白色一沓嘅。咁我咧就睇過上面嗰啲佛嘅嘢啊，同埋嗰啲 item 咧，其實都差唔多嘅。不過咧都叫做加咗啲電車嘅元素，例如呢張公益福利卡咧，就係話喺派對電車上面慶祝你嘅生日，可以向每位玩家收10蚊。呢張咧就係落雨嘅時候幫手閂車窗，可以攞20蚊。機會卡的情況都差不多了，都是有一些事發生然後就給錢拿錢這樣。其實這副棋就差不多是這樣，其實我個人都覺得它挺有心機的，因為那些棋每輛電車都做得挺漂亮，如果是熟悉電車的話，其實都可以從它們的棋的樣子分辨它是哪一款電車。而且在棋盤的中間都畫了一些港島區的地標，一些比較特別的站都有一些特別的圖案設計，所以我覺得都算是挺有誠意的了。所以如果你是電車迷的話就不要錯過了。記得訂閱果子啦，還要按鐘仔添。